習近平呢最近呢其實都不止最近了，在幾年前呢他已經是提出了一個所謂封橋經驗，要推廣毛澤東時代的封橋經驗。那什麼叫封橋經驗呢？封橋經驗是在1963年毛澤東舉行四清運動，即是在全國推行四清運動。什麼叫四清運動呢？清政治、清思想、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清即是清理。那叫四清運動。那在搞四清運動的時候呢，怎麼清，即是等於其實是一個鬥，即是群眾鬥爭的一個活動嚟嘅。咁根據呢個共產黨嘅講法咧，封橋經驗嘅核心內容就係通過基層黨組織發動群眾，對存在破壞行為同埋潛藏破壞活動嘅地庫反壞分子進行評審和説理，由群眾監督改造他們，不把矛盾和尖鋭問題上交，不把存在突出問題的人物上交，即是上交的意思，即是交給上級處理，這解最終把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改造成新人，由此進一步發展到在基層社會管理中充分發揮黨的政治優勢，依靠基層組織和廣大群眾，就地解決當地發生的各種矛盾，化解糾紛，最大限度地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但這個是中國共產黨對封橋經驗的最直白的解釋。那個核心內容呢，就是說發動群眾。咁過去嚟講咧，你所謂處理即係呢個犯人啊，或者係犯罪嘅人咧，係有一套程序嚟噶嘛，有叫咧從程序叫公檢法啊嘛，由公安拉人，然之後咧就呢個檢察嚟提出控訴，最後法院嚟定罪，咁呢個叫公檢法程序啊嘛，即係你任何人，如果你係犯罪嘅、犯法嘅啊，都係要經過拘捕啦、呢個起訴啦，同埋審判呢三個程序噶嘛。好啦，封橋經驗嘅突出地方咧，就係唔需要去經過呢啲咁複雜嘅程序啦。就直接由當地群眾去解決，而他特別是針對所謂破壞行為、潛藏破壞活動四類人：地主、富農、反動分子、壞分子即是黑四類。過去有個黑五類的講法，就是地庫反壞之後加這個右嘛，地庫反壞右叫黑五類嘛。他現在就不用去鬥啲右，就是鬥個地庫反壞四類分子。他說呢，是發動群眾去監督改造他們，即是不需要行個司法程序，不需要先拘捕，然之後起訴，然之後就審理，都不需要呢個程序，直接交俾群眾去改造佢哋。呢個就叫做不把矛盾同尖鋭問題上交，即係
交上交的意思就是交给上级处理，亦都不将突出的问题人物上交，而是即系呢个靠群众嚟监督改造。咁你一讲到群众监督改造嘅时候咧，实际上你就可以话咧，等于咧系即系任群众点嚟，就点做啦，完全脱离嗰个正常嘅司法程序。咁佢關鍵嘅地方係咩呢？佢話最大限度地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嗱，大家都好熟悉，聽到中共成日有句呢個説話，就係將矛盾解決於萌芽狀態，將敵對分子消滅於萌芽狀態啊嘛，係嘛？即係呢句説話係中共经常挂一口的术语。即是说呢，你未有群众在未有证据之前，他感觉到有个地主有富农是形迹可疑的，那他就可以发动群众呢，是将他看管起上来。久而久之，因為毛澤東當時嚟講咧，就好欣賞呢種嘅發動群眾嚟搞好治安呢個咁嘅講法，所以毛澤東咧就推廣呢種即係經驗，叫封橋經驗。咁當各地都喺度搞封橋經驗嘅時候，喂，大佬，群眾之中都有派別噶嘛，有啲群眾中意毛澤東，有啲群眾覺得毛澤東有錯，咁點咧？咁必然就出現一個群眾鬥群眾嘅局面。咁所以呢個局面出現咗之後咧，到兩年後、三年後，文化大革命推出嚟嘅時候咧，整個文化大革命咧就出現咗嚴重嘅群眾鬥群眾嘅局面。咁所以呢個封橋經驗咧，佢可怕嘅地方咧，就係話咧，允許群眾迴避曬所有法律程序，用群眾嘅專政嘅力量咧，去解決啲群眾認為有問題嘅人。咁呢個係方天下之大謀嘅，完全同現代社會法治觀念是完全相違背的。但是呢，即大家都看到毛澤東的封橋經驗呢，已經在文化大革命造成嚴重的群眾鬥群眾。但是呢，今時今日習近平呢竟然呢是十阿老毛的牙位呢，是將這個封橋經驗呢是大肆推廣。他最近還在一個即是召開了一個全國推廣封橋經驗的表彰大會，將全國各地找出104個典型的即是做得好的地方拿來表揚他們。这种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呢，除固然之在中共直接统治下的大陆的 各处地方呢，都是在推行着，甚至乎呢是推行到国外。大家都会记得呢，早几排不是成日有些外国政府揭发了中共在他们国家里面呢是成立一些即是这个警桥服务站，警桥即是警察和桥社，即是当地的那些华侨团体，在这些华侨团体里面呢是设立一些即是中共的警察在这里，
直接去在人哋嘅國家入邊咧係執法，咁已經係遭受到咧好多國家嘅反抗。啊，美國已經係拉咗幾個呢啲咁嘅海外警察，加拿大同澳洲都已經陸續喺度即係追查緊邊啲係呢個中共派出去嘅海外警察。咁呢海外警察咧？就是在推广枫桥经验的过程中 是产生的。它叫做呢中共有一篇文章呢就将这些海外就是这个部署在其他国家執法的这个中国警察呢就推叫它做呢枫桥经验的海外版。咁你從呢個歷史，從呢個背景，你睇到咧，習近平嘅封橋經驗咧，個危害性係好大嘅。第一，佢喺內地就會帶嚟群眾鬥群眾嘅悲劇。喺國外，佢繼續推行呢種咁嘅封橋經驗嘅時候咧，就係直接係侵略緊人哋國家嘅司法主權，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任何有正常思維嘅人咧，都覺得習近平呢種嘅封橋經驗咧，係似會將國家同民族咧係推向另一個深淵，係嘛？等於毛澤東搞封橋經驗之後咧，接住落嚟嘅。的文化大革命呢死人无数。今时今日习近平又推行这个枫桥经验。就算他即你说时代不同没人有老毛当年的权威可以一取定音。但是如果习近平如果再是这样推行下去的话呢也都讲不埋呢是会制造大批的冤假错案最少。咁呢个我对呢个枫桥经验嘅一啲睇法囉。